大家好，我是戴玉强。戴玉强，唱歌的戴玉强，对，男高音戴玉强。在过去的20多年期间，以唱歌、演歌剧为主。那么从现在开始呢，我尝试的去把我所学到的，我的演唱经验，试着告诉一些年轻人，告诉电视机或者是镜头后面的你们。那么说到唱歌呢，其实啊，没有多少理论，很多人呢也写了厚厚的这个理论著作，关于唱歌声乐艺术。说实话，我也没学多少，我也平时也不看。像这个东西吧，唱歌呢，为什么意大利人唱得好呢？因为意大利人做皮鞋做得好。说这做皮鞋跟唱歌有什么关系？说那做皮鞋，那就是师傅怎么教，学生怎么学，就是手把手，我这一针往哪缝，您就往哪缝。唱歌也是，我怎么唱，你就怎么唱。我说靠前点，靠后点，打开点，再怎么样，无非就是这些。总之一句话，唱歌只有8个字：打开喉咙，气息歌唱。甭管你是唱美声的，唱民族声乐的，还是唱 pop music， 流行音乐，都离不开这8个字。但是具体到运用当中呢，说都会说。那怎么叫真正的打开喉咙？怎么样才能做到气息歌唱？当然老师告诉你明白了，然后你把它熟练掌握，这又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。不是说我在这一说您一听就会了，您如果说是按照我说的方法去不断的练习，可能会少走些弯路，可能会用更短的时间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。我希望能够这样。那么咱们关于歌唱的技巧，关于歌曲的处理，怎么样去表达感情，什么样的手段，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实际的授课当中，再慢慢的去告诉你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请一位非常有前途的男高音，又年轻又帅气的男高音，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悟潘，为大家先唱一首。来，我介绍一下，我旁边这位漂亮的穿着红衣服的漂亮的年轻女士叫陈玉，钢琴家，由她给咱们担任钢琴伴奏。那么唱两地曲是吧？两地曲呢是上海两位艺术家创作的，一个作词叫王森，作曲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朱良镇先生，他写过什么《归来的星光》啊，《太阳的儿子》啊等等，也得过很多奖。尤其这两地曲是近几年这个男高音参加比赛呀、什么演出啊，包括我，经常唱的一首歌，非常的浪漫。好听，来。很好啊，声音也不错，非常漂亮的嗓子。你在北国，我在南疆，从北国
咱们假如说他就是哈尔滨吧，南疆是哪儿啊？广州。您那嗓子一开始感觉上在广州，思绪，你的情感，你仿佛是唱给哈尔滨的你的女朋友听，你试试看。欢迎说唱，好。你在北方，我在南疆。声音没有问题，怎么就能唱远呢？一开始不要那个颤音，我们通常叫 vibrato， 就是这个。哦，不要上来就这样，先唱直。你在北广，我在南疆。来，这一下遥远的感觉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来试试。来，你在北广。再来，先直。你在北。加了个装饰音，天各一方，不要这个，作曲家没有写。天各一方，对吧？这样更好。来，白发绿丛，白发绿丛，天各一方。给到这儿一个特写，大家看看他的这个喉结在唱的时候，什么叫打开喉咙呢？打开喉咙就是半打哈欠，不是让我打，看，半打哈欠，微笑着打开喉咙，像打哈欠一样，但是是一半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喉头呢就放到下边来，就是男生是看得见的。女生其实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，哎，只不过看不见，但是这个里边的构造和你唱歌说的状态应该是一样的。放在这儿的时候，你看刚才他唱那个啊的时候，哎，很明显，就在这儿来，啊，啊。很多人呢，尤其唱民族声乐的，没有把这个东西放下来，就是没有打开喉咙。其实我们所倡导的这个声乐技巧呢，最早来自于意大利，当然了啊，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学派。哎，它最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打开喉咙，把喉咙眼吸开，在打开喉咙的状态下去唱歌，当然一开始可能觉得有点，初学者来讲有点不自然，但是没关系，时间长了，你当你运用自如的时候，你完全把喉咙打开的状态下唱歌，又变回到一个自然唱歌的状态。一般我们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时候肯定是这样，你在北国，我在南疆，那学过的那就不一样了。那有的学过的学歪了，就是你在北国，我在南疆，好像这是美声，其实不对，还是很自然的。哎，你在北国。
个喉咙是打开着的，哎，是共鸣，是经过我的气息支持，然后达到各个器官的共鸣，这样子去获得一个非常圆润的，没有任何听起来很自然的又音量很大的一个声音，这就是我们学习唱歌所追求的最终极的目的。来，咱们从二开始往下唱啊。你加的什么玩意儿？怎么样？这都是毛病，这都是毛病。打开喉咙探一下。哎，试试看。可以稍微从容一点。当你看见那黎明的星空，你要说说个朗诵诗的话，它是不是这么一个情怀？把这个情怀要唱出来。当你看见那黎明的星空，这只是把拍子唱对了，真正的要唱的，唱给远方的人。当你看见那黎明的星空，那是我注视着你温柔的目光。你不用唱很大的声音，这个地方不用唱，因为唱啊已经抒过情了。现在是要说说明白，在气息上连贯的说话，走走。当你看见那黎明的星空，那是我注视着你温柔的目光。当你看见，这个位置就没上去，没有放送到头上去。同时我们平时要讲有头腔共鸣，胸腔共鸣，然后鼻腔共鸣，就是那个通常呢，我们说话这个音域，更多的是口腔共鸣。那么唱到低音部分，我的知音，我的姑娘。这是胸腔共鸣。那么当你唱到高音的部分，它就往上，好像是这样的声音出去，从头上出去的声音，这叫头腔共鸣。从这个很多的声音理论都分三个声区，所以说中低声区，然后换声区，还有高音区。那么在这个三个声区里边呢，中低声区的时候要用更多的真声，就是声带，两片声带大部分的声带在震动。那么到了这个高音区，咱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是那个两片声带闭上之后，那个气流从中间穿出，把声带震响，是前三分之一边缘在震动，那么更多的是假声，就是讲的成分。这个声音呢没有那么强烈的震撼，但是呢很温柔，泛音更多。那么好了，刚才说低音区高音区，中间这一段就是通常我们指的从钢琴
这个上面这个降 E 到升 F， 这降 E E F 升 F 这四个音换声区，换声区是比较麻烦的，就是说真声和假声的比例要不断的进行调整，去掺的，就是说我掺一点是假的掺多少啊，真的是多少啊，在降 E 上掺多少，在升 F 上掺多少，这个东西就经过长期的训练和磨练才能获得。那么要我说呢，我自己的体会呢，我们现在没有声区，只有一个声区，就像原来的汽车一二三四档，现在我们无级变速，就是你在接近某个声音的时候，你需要然后越往高了走，我假声就越多，那么我每一个音就是每一个小二度上行我都有不同的比例，做到没有换声，听不出换声来，那么到了高声区假声的成分更多，到了低音区真声的成分更多。啊，就是说你刚才唱的呢，就是说高音的泛音的部分还没有完全用你的气息把它送上去，咱们送当你看见开始，当你看，当你看，应该是当你看见，哎呀，鼻子后边这两块打开一点感觉，来往这儿唱，当你看见，又出来了，看见又出来，当你看见，这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唱歌就不太成熟的情况下里出外进，那么我们训练的目的就是把它做到一模一样，当你看见，啊，我没有动，来，当你看见那满天的落霞，那是映山红盛开在我那天，盛开的盛，盛开在，盛开在，也是有充分的共鸣，而不是盛开在，还没有完全到那儿。哎，来，盛开在我，盛开在，不动，来，盛开。从嘴里直接出来，尽量是让字这个部分在咬字，声音是放在这里面的，永远在这个管子里头走。你就想象一下，从你的第二个纽扣，一直到你这个鼻梁后面，这儿插着一根管，其实它有一根管的存在，只不过没那么直，你给它调直了，上下使劲
啊，像演奏一个乐器一样，啊，哪一个部分都要响，不要听着哪一个局部有声音，或者我这光是这儿，嗯，这儿，哎，或者是啊，同时响，高音喇叭、中音喇叭、低音喇叭一块儿响，这有一个名词叫线阵列，是吧？来。当你看，当你看见，当你看见，当你看见，松下来，当你看见那大海的波涛，那是我寂寞的心。前走，向你飞，向你飞，向我姑娘。再来，啊，姑娘，我的姑娘。姑娘，我的姑娘，啊，你这个高音喇叭没响啊？姑娘，我的姑娘，气息盯住，哎，嗯，啊，姑娘，我的姑娘，啊，姑这高音还可以更好啊，就是说，在高音的部分呢，人家说这个巴巴罗斯大师九个 high C， 号称 high C 之王，当然这个不是 high C， 刚才这个，这只是个 A， 还要上去一个小三度，这是拉，那 high C 就是刀。这才是嗨C啊！咱们先哪下次再说嗨C的事儿。说这拉，为什么要提到大师呢？提到巴瓦罗蒂，巴瓦罗蒂号称叫嗨C之王，但是他那个嗨C是带有凶声的嗨C，就是说他一不完全是假声，他有真声存在，而且真声的比例相对比其他人要多。所以它听起来的冲击力特别强，特别震撼。哎，我年轻的时候行，我现在也不行了。九个 high C， 九个带有凶声的 high C， 它才是 high C 之王。那么刚才你这个飞，我觉得可以，你不用带凶声，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胸腔的存在。你再试一个，来。在向你飞，哎，感觉到它的存在，来，在
这个打开喉咙哪儿紧张哪儿出声，我们让它紧张的适度，就是张开之后每一个部分都紧张，但不是某一个部分过于紧张。你刚才这儿过于紧张，飞是再向你飞，通畅一点，来，再向你飞，再就有问题了，嗯，是吧？在，你就在这儿起的，应该是在向你，在这儿，在向你飞翔。来，你来。向谢谢。